同学说，老师刚刚的二次方的我们都会了，你可以讲三次方的吗？好，三次方这两个是新的哦，同学注意啊，这两个公式一定要很熟很熟。第一个，好，伟轩说，老师我知道你讲什么，你是不是要讲什么 A 三加 B 三呢？对，伟轩说，嗯，对，A 三加 B 三，对呀，好，A 三加 B 三等于多少？哦，我先说简单嘛，加等于 a 加 b，a 平方减，减多少？ab 加上 b 平方，对不对？没错嘛，对吗？好，这个第一个啊，加的话是讲，加的话哈，来，我们证明哈，来证明，好，证明啊，来注意啊，好，来证明。左到右表，那你从右到左，这怎么来？你看啊，我这一次给你看哦，a 加 b，我们就来做彩虹层哈、啊。好，加上 b 平方，对不对？好，彩虹层，这个乘这个等于多少？a 三，这乘这个嘞，减掉 a 平方 b，这个乘这个嘞，乘加上 ab 平方，OK，这是平方的哈。好，来这里乘这里嘞，ba 平方就是 a 平方 b 哈，a 我们先写哈。好，这里嘞，b 正负的负先除以正负号，a 负 ab 平方，这里嘞加 b 三有没有？好，a 平方 b 负的跟 a 平方 b 正的约掉，再来嘞，正 ab 平方跟负 ab 平方约掉，所以等于好 a 三加 b 三有没有？正成功了哈。好，记得啊，你们这个要会哈、啊。好，以后有加的话，加等于多少？加减加，这样记哈、啊，加等于加减加，OK 嘛？它正负号要注意哈、啊。好，所以就在这里了了哈。好，所以是 a 三加 b 三等于 a 加 b，a 平方减 ab 加 b 平方。好，伟 轩说了，那汉伟说，老师有第二个我会，我讲好不好？好。汉伟，你讲汉伟，乙球打太多了，对不对？online 乙球打太多了哈。好，念一点数学啊。汉伟讲说，老师我会啦，那 a 三减 b 三就对，对，汉伟你讲的对，好不好？啊，全兵在你偷笑，对不对？全兵做完了习题了哈，对不对？所以 a 减 b 再来什么呢？再来多少？来，再来是 a 平方加 ab 加 b 平方。好，第二个公式啊，立方差公式这里。好，证明也是一样，来，证明也是一样啊。好，证明怎么做呢？好，来继续啊。嗯哼，哎，一样。来，从右边开始啊。来，a 减 b，a 减 b，a 平方加 ab 加 b 平方，对不对？好，一个一个乘啊。哦，彩虹乘 a 三，这里嘞，a 平方 b，这里嘞，ab 平。来这里，哇哦，负的负 a 平方 b 这里，来，负 ab 平方这里，哇哦，减掉 b 三，对不对？好，经过整理之后，哇哦，a 平方 b，a 平方 b 一正一负干掉，这里嘞 ab 平方 ab 平方一正一负干掉，所以的 a 三减 b 三，对不对？好哈，正远可以吗？正远每次在班上静静的，正远，对不对？好啊。来，每一个我都要照顾到啊，同学，好不好，宝贝们？好，你看啊，a 三减 b 三，这是减的话，等你多少？等你减加加，你符号注意啊，那每次 a、b、c 都没问题，符号会错，OK 嘛？记得哈，符号会错。如果第一个减，你这个等号第一个跟着减哈，这里嘞，直接加第一个跟着加，OK 嘛？你记得这件事情啊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忘记后就慢慢推一下就好了。有同学说：“老师，我会了，马上举例好不好？你废话太多了。好啦，兄弟一场，不要说没有啦，OK 嘛？好，兄弟一场，不要说没有哈。好了哈，来，先讲到 A 啊、哦，来，好了，A 好 A 做给我看，老师 A 做给看好，x 三加八有没有？这里就用到这两个公式啊，a 三加 b 三，a 三减 b 三。”要很熟啊，这个我会 assign DIY 给你们，OK 吗？我在 classroom 里都会交代，所以是 x 三加上八是二的三次方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是 a 加 b，对不对？a 加 b 嘛，好，再 a 平方减掉 ab 啊，
减掉二乘 b， 对不对？加上 b 的平方，对吗 ？OK 啊，所以整理一下 x 加 b 这里哈 ，x 平方减二 x 加四，好了，这不能做下去就停了咯。OK 啊，所以要会啊，这个一定要会啊。你今天听的所有这个视频里头，我要求你就是要会，不会就跟我会，好啊。好 ，b 呢 ？a 三减二十七，好的很好。哦 ，a 三减二十七怎么减？哦 ，a 三二十七是三的三次方，对不对？好 ，a x 三减，对不对 ？a 三减 b 三减的嘛，哈，好，这是 a 减 b， 哦 ，sorry， 不应该是这样啊 ，a 减 b， 对不对？好 ，a 平方加上 a b。加上 b 平方有没有？哇哦 ，a 减 b， 好，把它展开啊、哦，就是自己乘的哈。好 ，yes， 就这样了哈。好，再来举例，老师 c 怎么办 ？c 好，二七 x 三加六十四，二十七 x 三加六十四，等等啊，二十七 x 三是三 x 三加四的三，对不对？好，是 a 三加 b 三，有没有看到 a 三加 b 三？好，怎么做？来 ，a 三多好 ，a 三就是 a 加 b 咯。哇哦 ，a 平方减 ab 加上 b 平方，对不对？好多好，哇哦，三 x 加四得多少？哇哦，多好，九 x 平方减十二 x 加上十六，好。就这样啦 ，OK 吗 ？No problem。有同学说老师，好了，接下来 D 怎么办？哇哦 ，D 这个地方哦，我看一看哦，能不能写好了？我尽量写 D 好像不够啊，我写在这里啊，同学 ，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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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， 我写这里啊，因为位置关系 ，OK D 啊，我写这里 ，D 都好，你看哦 ，A 加 B 的三减掉八，对不对？好。这 a 加 b 当成 a 嘛，对，八的三就二的三当成 b 的三次方，好，等等好，好是等于 a 加 b 的哦 ，a 减 a 减 a 减 b 哈，这些都好 ，a 的平方加上 ab，OK，、okay, 就是、a 乘 b 哈，加上 b 的平方，对不对？啊，又等于多少？来，哇哦！好复没有计算量有点大哈 ，a 加拆括号啊啊，把它整理一下 ，a 平方，加二 ab 加 b 平方加上二 a 加二 b 加上四咯，好就这样啊 ，OK。